别人打上国服是荣耀，我们打上国服是嘲笑。现在元芳的处境有多尴尬，我跟你们说一下。上周我不是仅用五天时间打了一个国一元芳吗？本来想发个朋友圈装一下，没想到人家反手评论一句，还不如我孙膑小国一万五。然后我去看了一下其他英雄的排行榜，基本上的热门都快要一万六了，最低的小国也要上到一万二三。现在的元芳怎么说呢？别说百强了，巅峰千强都有点难进。别人是发育路，没有一个是我的对手；我们是发育路，没有一个人是对手。好不容易有个副职业打野，又出来一大堆克制的，什么宫本、盾山、狄仁杰加。工资你一来根本玩不了，现在的策划不是给这个英雄增强就是给那个英雄增强，典韦都能上巅峰第二了，马上又来一个金蝉，可能以后别说登上千强了，万强都有点难。真的策划我们元芳玩家很好糊弄的，一直要把元芳那个二技能原来能清一条兵线的机制改回来就行了，我们的要求真不高。